清晨微光中，吴清丽缓慢走在街道上，眼睛看不见，方向很清楚。每天早上7点，他的身影会准时出现在台东环保站。12年来，都是靠自己慢慢走过来。我把它当成是我接一天的运动量，所以我不喜欢人家在。因为先天视神经病变，视力一直都很模糊。几个月前中风，导致眼睛接近全盲，接着又诊断出射护腺癌。清丽阿公没有被病苦击倒，更珍惜做环保的机会。这里是一个很庄严的道场，不是垃圾堆，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位菩萨都很亲切。你怎么知道你要放什么位置？慢慢摸索自己的衣物穿脱，都不假手他人。曾经因为接受照顾而被笑称是个米虫，做环保让他找到生命的价值。我现在说我不是米虫，我现在米虫会飞了呢。虽然是我们有这个病痛，可是我们还有可以再帮助更多的人啊，发挥我们的功能。眼盲心不盲，清丽阿公在环保小天地继续做有意义的事，耕福田长智慧。我甘愿做到我最后一口气，我都愿意做。大爱新闻黄孟金、邓明仪，台东报道。